小黑狗子要洗澡喽！呀，变成小细狗了。来，小细狗，看镜头。嗯，你看你变成了拉布拉多了。哎呀，生气了，猫咪神。看，拍照，拍照，咱美美的，快拍，拍照美美的。小细狗，小细狗。嗯嗯，它都是卷，跟豆儿没关系，它都是不想砍我。嗯，小细狗，谁的小细狗？现在变白了，等会儿就变得可好看了。现在趴里面不想出来了，想泡澡了是吧？动都不动。你看它笑的扁扁手，还比它乐了，还比它胖，脸比你手。妹。你俩砍谁？你俩砍谁？你俩砍那个傻狗！我俩砍呢。破，你砍！破，你过来！你砍呢？你看几手洗澡洗的，头都没得了。哎，洗头。你进去洗啥？嗯，他跑的没人舒服。你看他头都没得了，你看洗姐边姐笑了是吧？看他没洗，还胖不胖？不胖吧？这是不笑，哈哈。放个野狗也把他笑。哪怕不进去。哪个门？哪不行？那根一杆子洗完的。哪个门？真是怎么那么粪便的东西像，就是挺那多的。这泡在里面没舒服，不想出来了，这泡泡里面。进去洗。我把它按的老板按的像两只。你这地来开。今天的洗澡了，你这两只今天在家多少岁了？月份吧，今天洗洗的脚骨啊，是吧？泡在里面了。你那家人就门都把门刷的水水好像。来，哟，搞得尖儿苗的，他搞得尖儿苗，他搞得尖儿苗的你来了，你看。你看，这还有洗澡。你动不动的趴里面，他跑的没舒服。搞了一都过了，算是。别洗了是吧？一下子还没洗的套哈，那套别洗了哈。现在没了，那是毛吹干了，真的。嗯。他的毛多，现在没旁没得。是软妹妹来，嗯，你好，出去关门儿，没人了嘛，人的嘞。呀，真漂亮，两个人给你吹风，啊，几享受啊，这是蛮享受啊，两个人吹风，你变成了一只白白的爷爷了又，油娃娃，真好看，哪只狗狗这么好看？我也好蓬松啊，两个人给他吹风，两个吹风机招呼着，他拆了这么点点。真享受。吃个屁！骗你的，真好看。老、no。